对，好，起，退，起。老师，是的，崇拜的老师，李老师，来来来来来来，这里这里。你们那个谁，你想带他们做PT吧？啊，你看老师还要学生继续做。对，这位老师其实非常敬业。我们今天来到呢，就是击剑队，而且他们是校队。老师是不是听说也有得到不少奖项？我们校队大概就从2005年开始成立，到现在为止基本上年年。都拿奖，就是在北京市的高校比赛里边，男的、女的、个人、团体，我们都会拿奖。但是今天真的很开心，因为我们是第一次来碰触到击剑这件事情，很不容易，对不对？其实如果没有做好防护措施，很可能就会受伤。大家都觉得击剑很危险，对。但是实际上，你觉得危险的项目，实际是最安全的。比如说你拿一把剑，对，它有一个长度，对吧？对方要打你，你能够躲开，你就知道在什么距离你是安全的。对，你通过这个训练以后，你对你的安全这个距离你能够控制住，就有意识。对，所以学这个击剑啊，其实它也有防身的功能，而且呢其实还可以代替这个进入校队获得荣誉。那我们一定要来看一下，对，老师来帮我们教一下，示范一下。好，来做一个连续向前。好的，肩带放松，向后，对，向后向前，对，然后停住，做一个弓步。对，这里有长距离，如果对手离你远，你要通过弓步来。那老师，不然我们就让学生们来一场示范上，我们在旁边看看好吗？可以。来，预备，开始。进攻得分。向后拉开，没拉开啊！预备，开始。这两个灯都亮。不是，由裁判来判定，在这个回合过程中谁得分？是谁更快吗？先打到的。不是，是看在这个过程中谁的动作。比如说刚才这个过程是对方得分，他不得分，为什么呢？是他在向前打的时候，他手上做一个动作，不是一个直接的动作。他是先向下，然后向上，他想打他的下边，是，所以他的动作先向下，再向上，所以他就变成两个动作。对方是一个动作，那么一个动作比两个动作要简洁，所以一个动作一个人。来，安娜，预备，开始。哎，这能看出来吗？这个第一种还看，我觉得是右边。对，明显他在他这个进攻的节奏比他要快。预备，开始。好，结束，握手。待会儿你们两个也尝试一下。待会儿让我们来体验一下，是不是？好吧，对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预备。刚刚呢，台湾的同学已经比赛结束了，就是也是非常的精彩，而且堂堂第一次玩又得分了，对不对？那感觉怎么样？其实就手比较酸，是不是不害怕？对，其实我玩这个以后才发现，其实蛮安全的。就像老师刚刚讲的，看起来越危险的游戏或者是运动，其实它很安全。那其实老师在这边有没有什么要建议给我们的同学？刚刚在比赛当中要注意些什么的？
其实，作为第一次接触来说，他们俩是我所见的同学里面最好的。好，这样算完成任务喽。我们的关主嘞，关主，耶，好开心哦。那重要的时刻就要来了，我们最后的一块拼图。耶，哒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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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哎，完成，成功，好开心哦。完成任务，今天在北京电影学院，我们算是大成功。谢谢老师，谢谢，感谢你们。